我是翁，欢迎回到灾变思潮模组生存。上一回我们就是在家里旁边的冰川打了一个大洞，并且上了魔法，让它永久都不会结冰，我们家就变得更加的安全了。那要如何让我们家变得更加的安全呢？翁就想来还一下我们之前所基线下的还债项目。内容就包含了汪之前有说要在钓鱼台这边加派一排弩箭手，对吧？还有在地下村庄那边加派一些近战武装兵。各位的赞助要求给了汪这么多的赞，所以我们应该会来打造四座的弩箭手塔，在这一排还要在村庄那边加派九个近战武装兵，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弩箭手的话，汪之前也有跟各位提到说，这些家伙手上的弩耐久度爆掉的话，他们就不会再战斗了。但是观众有提供我们一些方案，包含了尝试用发射器把弩投资到这些家伙身上的，我们等等会来试试哈。那在开始强化我们家之前，我们上一集不是因为我们家变惬意了，翁还有来涂装了我的枪枪，让它变得更美丽吗？翁后来发现呢，哇，我们有这么多类型的涂装可以来玩耍，并且这些涂装做起来感觉都超便宜，只需要铁跟煤炭。因此呢，还请各位留给汪超过1520赞的喜欢1520，让汪知道说你们会希望汪来当当艺术家，看看这些枪支的涂装哦，感觉这个爱心什么的好在意哦。那我们就先来着手制作一个发射器吧。制作发射器的话，我们会先需要一个弓，再搭配上红石跟鹅卵石。来查看库存的红石，还有库存的九桃。汪的石头资源好像不太够的样子哦。那我们就出门来去挖一下吧。我记得小光家旁边好像是有一区，原本是岩浆的区域吧，那边就有石头之类的。我们还可以再去小光家那边看一下。你是什么东西啊？好恶心哦。我们还可以去小光家那边稍微看一下，他有没有多的弩箭手之类的。等一下，这只熊你是不是对我丢三叉戟？这只熊会丢三叉戟耶，莫名其妙的熊，还有你也莫名其妙，全都莫名其妙。哦，哇哦，这位哥哥，你手上的刀好大把，你可不可以给我你那把酷酷的刀？看起来超帅的，他不给我，好难过。后面有奇怪的家伙来找我了，走开。好，我们可以来开始来开采一下石头啦，来连锁挖矿一下。小家伙，哇，我都不知道我会用天崩地裂的大树，我好厉害哦。有这么多石头应该可以了，再来去小光家看一眼。我现在可以直接跳上去了，小光我超级嚣张。在汪汪的多次检查后，发现小光他们好像只有解到重型弓箭手的成就，还没解到弩箭手的成就，汪汪超难过。等一下，小光他们有解到弩箭手的成就，只是这家伙的弩也爆了。如果等一下发射器发现那个弩箭手是可以装上弩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要不要拯救他，这样子汪可以少消耗一个弩箭手召唤的票券。路途这么近，应该还挺好护送的，应该吧。汪汪就回到了家里，现在汪汪有碎石了，我们就来制造鹅卵石，装上红石，合成发射器，顺便再做个棒棒，合成几根控制杆，掏出之前弩箭手们死也不拿的弩。那汪汪就在这边放上一个发射器，里面放上弩，上面放个控制杆。接下来你过来好了，来 follow me follow me， 过来，来这边站好，站好了，他站好了，我们要来进行伟大的那一刻了。我放啊，可能是这一只不行，我们再来试试其他只。你滚，你到旁边去，你站在这边，你准备好了吗？你要接受伟大的考验了吗？我每一只都试试看，为了让成功率高一点，我这一只还拉隔了墙。你给我拿这个洞洞，不是喷到我身上，拿这个洞洞。你是最后一只了，你最好给我四项点，最后再给所有观众们一点面子，我疯狂对他点右键，我现在是拿着弩疯狂对他点右键的哦，我拿这个东西敲他没有用。好，我不需要吃软饭的家伙。好啦，我们还是来加派四个弩箭手啦，但是这四个弩箭手如果死的话，汪汪还是会干掉他们这个样子。那汪目前只有
三个弩箭手，所以我可以再买吗？好像没有看到任何召唤弩箭手的购买选项欸。那没关系啊，就先召唤再说嘛。那这些家伙都上攻啦，但是汪战术要求缺了一位，所以汪想说我再多加派一位，而且这位他的弹药绝对永远用不完，但是有没有伤害不知道。就是汪汪这边有南瓜，我这边有雪，我先来我还有剪刀对不对？有，我先来制造个对，就是你们大家都懂的啦。对啦，我只能这个样子啊，因为我买不到新的弩箭手嘛，一死一下嘛。来，我把这边的半砖先挖掉。大家准备好了吗？一块雪，两块雪，一颗头。哦，你出来了，你诞生了，你好厉害。好，你现在可以稍微往上去跳一下，你可以跳上那个木板对不对？我相信你办得到的，你不要逼我，我把你头剪下来哦，我把你头剪下来哦。好，我把他头剪下来了，回收再利用，可以再召唤下一个。有没有看到这家伙？稳定发射中，你的抛物线是不是抛的有点高？投准一点好吗？不需要把抛物线投那么高啊。因为命中率实在太低，汪再加码送大家一支。看起来，汪也不确定他们有没有射到啦。我们就来完成下一个任务吧。我们要来送九个近战兵来到那个村民区，也顺便再来打包一些全新的鱼货过去卖，看看可不可以获得更多的经验值，附更多汪想附魔的东西。好，那我们就再度出发。我们到达点位了，先来到外边召唤一点守护者吧。这边来一个俯佣兵，哎呦，他有拿盾牌哦，那你就待在这边吧，好好的守护他们。再给你召唤个小弟做伴用，普通的小剑士兵。所有战士的点位配置完毕啦，那员工福利当然不能少。看看这个家伙，现在没有任何的 buff 下过，我立刻来给你上一个全新的 buff 效果。他现在时不时就会有生命恢复2的效果了，他就跟铁巨人一样的硬。我们还有6只佣兵要召唤，汪汪想来做一些坏坏的事情，我想把这6只佣兵召唤到地表上，放一个萤火杆他们，看看他们可以活多久。我们就来这么办，小心翼翼的爬上楼这边，放置一个萤火在看起来比较不容易掉下去的地方。好，就是这边啦。啊，你就在野外啦，你就在这边好好生存吧。我召唤5个小弟在这边陪你打架，看看你们可以活多久这个样子。哦哦哦，他们去打架咯，很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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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们胜利了。哦，他们又过去打架了。哦，他们打起来了。哦，他们又胜利了。汪汪再稍微当个好人一下啦，我们先来挖掉这棵树，分解大量的木材，制作合成台，重新安排萤火的位置，后门围墙围起来，协助他们好防守。看起来大概像这样子。等等，他们被僵尸围了，他们被僵尸围了，我该帮他们吗？哦不，是不是有人挂了？是不是有人挂了？哦不，哎、欸，我子弹刚好没子弹了，欸，不是这样玩的，哎、欸，太棒了，那些士兵全挂了，到底是哪个模组作者会把这个有够烂的守卫包进这个超级危险的僵尸包里面了？他们一点屁用都没有。我这防御公司也白搭了，天哪！汪汪 ，very very sad。但我们还有经验值可以赚嘛？我们开金点来卖一点鱼，多赚一点经验值，看看等一下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还可以来补充一点萤火堆，还有好多好多的灯笼，补充一些苹果做成蚯蚓，就可以钓更多的鱼，再来卖他们一次。就这样子又交易了许久，来给各位看看，汪汪收获了好多好多的苹果，跟又买了一本经验书，光源物品补充到了这么多，又到了30等啦。那在离开之前呢，汪汪想说，我想尝试来做一件坏坏的事情，来，我可以搬村民啊，看起来我是不能搬村民的，那我可以搬小村民，我可以搬小村民，好，我们搬一只小村民走，来，小村民，你今后就跟我走了，来，我们搬着小村民，搬一只小村民回家，再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来干什么东西，来搬走，来带小村民看看地狱美丽的风景，
嗨，小村民，这就是你今后的新家了。那汪要先来做一件非常坏坏的事情，我要把小村民放在这边。哦，他跑起来了。哦，汪汪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让这只大村民去咬这只小村民，再来确认一下这个世界可不可以正常用虚弱药水跟金苹果来拯救村民。不然的话，我不想让那窟村民给白废掉。快揍他！快揍他！快揍他！揍死他！揍死他！揍死他！加油啊，僵尸！哎、欸，你是被上了是不是？你揍一揍灯塔狼哎！好啦，我们现在有实验样本啦，我们就来掏出一些蜘蛛眼睛，还有一些棕色蘑菇，还有一些奇怪的白色粉末、糖跟香料，还有美好的味料。为了品尝这玩意，我们还会需要一些玻璃瓶跟火药，还有烈焰杆杆。简单的捞几瓶水水往酿造台里面灌入水水，还有一些辛辣的粉末。好，我们来酿造药水喽，就获得了虚弱药水，再来把它变飞剑的，再搭配一颗金苹果。我们现在立刻尝试来去救救看它。哦靠杯，那些雪人还有弩箭手，你们是怎么打僵尸的？为什么下面会冒出这么多层丝来？哎，我觉得这些雪人们不行哎，他们死掉了，而且他好像会把很远范围外的敌人给招引过来哎，有队友反而是坏事哎，好讨厌哦。好啦，总之，请你们喝水水。哦哦，来看一下，他获得了奇怪的力量效果。力量效果快要结束了，旁边有僵尸想咬我，让我看，我要盯着他，直到最后一秒。这些城市不要靠过来。好，他，哦，他变成，我要解救他。不，哦不，他要死掉了，他要死掉了。他被闷死了。你不要挖我东西，你不要挖我东西，王八蛋。天哪，好好，我什么好吧，这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吧，但我觉得他们在妨碍我生存，我不想要他们。那今天这一集，汪汪原本是想投靠一个将近20人的佣兵团体，结果那个佣兵团体的人全都是雷包，他们不适合在僵尸末日存活下来，因此他们全都挂了，只有汪活下来。那今天就这个样子，留言说没有最难的游戏，只有最雷的队友。感谢各位收看，啵啵啵啵啵。订阅汪汪，大赞汪汪，捅爆铃铛，监视汪汪，觉得香香，记得分享，协助汪汪，煮点母汤。